我是八极拳所在人唐强。那么今天这堂课呢，我们来说一说八极拳的起势。起势当中呢，它包含了几个式子，看过去很简单，其实呢，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节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哈，咱们起势之初啊，很多朋友啊喜欢外八字啊，就是咱们练拳，我在我其他的课程当中我说过很多啊。八极拳当然也包括其他拳种，不管是什么拳种，只要你是外八字，肯定是不对的啊。所以呢，咱们起势的时候，咱们的脚啊并直，咱们脚尖朝前啊。那么起势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？雾龟入，还有一种叫法叫做双撞啊。什么叫撞？这叫撞它啊。比如说咱们这个形劈当中的啊，这个也可以称之为双撞啊。好了，我先做一下。我们走这个起势的时候，这个左脚向前先迈步，然后手直接提到胯表往前撞出。啊，我做一遍，左脚上步，抬起来撞出。啊，这叫双撞。再从这边做一遍，左脚向前迈出，好，抬出拳，双撞。啊，很简单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这个动作叫做双阳顶，或者叫双阳底都可以，阳双阳嘛，就是阳的一个角在这儿，哎，这个三阳不有角嘛，所以这个地方叫双阳底啊。当我们这个双撞走完了之后呢，双阳底怎么走啊？往前就可以了啊。很多朋友啊，走这个双阳底的时候，喜欢把这个手啊拍得很开不行。这个技法在八极拳实战当中是很重要的，称之为挂耳。如果说你的手在这儿，就起不到保护自己面部的这么一个作用。所以说双阳底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肘尖朝前，啪啊，从后面啊，我从这边做一下啊，咱们双杠出去之后啊，然后在这儿就可以了啊，肘尖朝前，不要过分的开啊。